孩子，孤的孩子，可是，哎，没什么话。不可能，我刚刚明明听到，都说是死孩子。怎么还有一个？要不是我不孕，怎么可能让这种人不仅仅生孩子，竟然拿了钱就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你放心，景言，你终于来了，你看，这就是咱们的孩子。 景言，我突然有点不太舒服，你能送我回病房吗？好。只要能通过这次面试，甜甜的学费就着落了。你加油！ 小瑞，你是来面试的，你可是孤家的少爷。进来吧，怎么做都不错。这些低等人就只配伺候。夫人，面试家庭教师的人来了。嗯，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个人的脸好熟悉啊。算了，留学海外的精英。 却愿意委身做一名家庭教师，林老师，你的心思怕是不简单吧？夫人，您误会了，我应聘家庭教师是为了更方便的照顾我女儿，绝不会有什么妄想。你还有个女儿？我儿子可是顾家未来的继承人，你会是想要你女儿来勾引我儿子，出卖我们家财产？夫人，请您说话放尊重点。 你这个话痨，我不准。你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一天天的就想着攀附豪，教出来的孩子又能好到哪去？你也不看看，呸呸！以后这种人就不要放进来。夫人，请您说话放尊重点，你骂我可以，但请不要骂我的孩子。你也是当母亲的人。 你怎么能用这样恶意的心思去揣测一个小孩呢？挺可爱的孩子，可是天生这么笨，你带成这样，如果我的孩子没有死，应该也差不多这么大了。你算个什么东西？轮到你来教训我。王姐，愣着干嘛呢？给我赶出去！你放他待在这儿，我儿子不要被他给带坏。行吧，希望你不要后悔。另外，顾夫人这些话，以后最好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对孩子影响。 你带他上去。这个女人，景言，你回来了。顾景言，顾氏总裁。你是谁？啊，他呀，他是来面试小姨家教的，但是资历不太行。 所以我就让他，顾夫人觉得我对您图谋不轨，所以无法通过今天的面试。你倒是敢说，小瑞的家教老师，我要亲自面试。景言，这就是你说的资历不合格。宁一是吧？ 孩子不太愿意上学，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小孩子前期都是在父母身边长大，脱离熟悉的环境会缺乏安全感，可以尝试让他去接触一些同龄的孩子，建立新的社交关系，转移注意力，这样他也许会更加容易接受学校的相处模式。不错，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小瑞的家庭教师。静言，还有其他面试者呢，你不再考虑一下吗？你在质疑我的决策。 你先回去吧，明天准时来上班。你，我怎么不知道啊？你什么时候成了顾夫人？这都是下人们乱叫的，可能是误会了。
最后，你如果不是小瑞的亲生母亲，你根本不会进这个局。景言，我查一下这个女人的来历，老大所有的事情我全都要知道。小瑞，给我下来。 妈咪已经天天是成功了吗？你妈咪这么厉害，当然成功了。我就知道妈咪是世界上最棒的妈咪。你也是世界上最棒的甜甜，我们回家。回家喽。小瑞他有点顽劣。 以后就麻烦你了。孩子还小，调皮是在所难免的。不过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小瑞，那是顾总最喜欢的青瓷呀，伤坏了顾总，是会生气的。小少爷，教育孩子还需要我们多多配合。我不要下棋，我不要老师。是你是我家，我不欢迎你。 换你滚出去！顾小瑞，宁老师，你如果觉得没有办法胜任这份工作的话，你叫小瑞对吗？你可以告诉老师，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吗？我们都是坏女儿，想缠着我爸爸，我才不要你们这门。可是小瑞为什么会觉得老师想抢走你爸爸呀？老师觉得小瑞也很好啊，老师很想和小瑞做朋友。 难道小瑞觉得自己没有爸爸有魅力？可是妈妈说，没有人想跟小瑞玩，他们都是低的人，不配当小瑞的朋友。那小瑞自己想要朋友吗？那从今天开始，老师就是小瑞的好朋友了，好不好？ 这块胎记，宁老师，没事，我真是疯了。当初医生明明说过，可是怎么能这么像？宁老师，以后就麻烦你了。你的衣服，我让。 下人去帮你换一个。谢谢。小瑞同学，是我们什么时候出去玩呀？嗯，随时都可以啊。不过在这之前呢，小瑞要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先写完，好不好？好。可是妈妈说。 追着我的人，但是坏女人可是你看着脸也不坏呀。这些都是妈妈教你说的。除此之外，妈妈还说什么了？喂，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跟这些坏女人说话，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啊，风小姐，您这样教育孩子是不对的。 算个什么东西！这么跟我说话，更何况我在教育我自己的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妈妈，老师不是坏人。顾小瑞，长本事了是吗？竟然当着一个外人说话，说是不是这个坏女人教你的？说。为什么我心里会这么难受？风小姐，你打孩子是不对的。你就是不想要我交朋友。 就是不喜欢我，我讨厌你，我讨厌你。你，小瑞，小瑞，景言，我不过就说了宁老师几句，可小瑞他却发脾气跑出去了。小瑞，小瑞，你在哪？小瑞，你怎么在这儿啊？冷不冷啊？ 叶丽丽，你先穿上好不好？老师，我是个坏孩子，所以妈妈才不喜欢我，对不对？不管顾夫人怎么过分，
但他毕竟也是孩子的妈妈。小瑞，妈妈可能严格了点，但是不是的，他压根就不喜欢我。怎么会呢？怎么会有妈妈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呀？而且我们小瑞这么乖，对不对？好了，快点回家吧，要不然爸爸妈妈就该担心你了。我们小瑞是会让爸爸妈妈担心的孩子吗？ 废物，连个孩子都找不到，我要你们有什么用？静言，你别担心，小瑞不会有事的。顾总，宁小姐打电话说小少爷在他身边，被车去找人。静言，宁毅，又是你，我一定要把你赶走。顾景言，只能是我的。 如果我的孩子没有死，应该也差不多这么大了吧。顾总，小瑞睡着了，你先带他回去吧，外面挺冷的，别着凉了。小瑞平常不太喜欢接近人，他难得这么信任你，谢谢你，刘老师。没事，只是希望你以后能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他，他还只是一个孩子，经常往外跑，不是很安全。 那我就先带小瑞回去了，宁老师，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妈咪，你还有多久回来呀？快饿死了。回来了。甜甜，亚洲叔叔等你好久啦。不好意思啊，今天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才拜托你接甜甜。我们之间这么客气干嘛？依依。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先去辅导甜甜做功课。今天作业写完了吗？妈妈看看啊。妈妈，是不是觉得叔叔很喜欢你？你这个小鬼头，知道什么是喜欢吗？当然知道啦。妈咪好像叔叔能当我的爸爸，你一个人太辛苦，甜甜想要有人照顾你。 妈咪现在不能拖累研究叔叔，而且妈咪不需要人照顾，妈咪想看着你健康长大，妈咪就开心了。<笑>元州，你能不能帮我找个人？5年前。 那个帮我接生的医生，老板，宁毅背景资料很干净，5年前出国深造，最近因为母亲病重的缘故刚回国。5年前，是的，而且我们还查到，5年前宁毅去过名下药的那家酒店，具体原因不详。5年前的那个女人，会是她吗？ 你在哪儿啊，小瑞小朋友？你在哪儿啊？我出来，老师找不到你了。小瑞，宁老师，我家小瑞生性好动，你不用把太多重心都放在他身上，只需要做好你分内的事情就行。方小姐，作为老师，我理应正确的引导孩子，而不是纵容他一错再错。至于其他的，我自有分析。 看来不能再等了，顾景言，5年来你都不肯碰我，我就不信这次你还能坚持。妈妈为什么要给爸爸杯子里面放糖粉啊？ 哦，我知道了，是给爸爸的奖励，我一定要告诉宁老师。顾总，5年前给您下药的人已经抓到了，您打算怎么处置？派几个人盯着，我要亲自审。是。
小瑞，你去哪儿了？老师找了你好久。老师，你快给我来！小瑞，你带老师来这里干什么呀？是有什么话想跟老师说吗？这次看见妈妈给爸爸背着你们放的唐僧，我会去看看。糖粉真的是脏药，顾总，你冷静点，我是林一。林一，我，五年前的那个女人。是不是？五年前那个女生，是不是你？什么？这是什么？你被人下药了，我去帮你找医生。下药？完蛋！他不会以为是我干的吧？不是，是小瑞，是他找我帮忙的，所以我才……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顾总，我不记得我见过。谨言，是你在里面吗？要是让冯小姐发现我和她的未婚夫，那我就真解释不清了。我听说你不太舒服，进来帮帮你啊！谁允许你来？出去！谨言，人家也是担心你嘛。听说你不舒服，想来看看，能不能帮帮？想不到冯小姐私下竟然这么……忘了，药就是她下的。滚！别让我再抽第二次。谨言，林无人，我帮你看，到底是哪个贱人敢毁老娘的好事？该死，怎么来晚了？偏偏这个时候来。他孩子的父亲是谁？没有查出来吗？这我们查不出来任何线索，好像跟这孩子有关的资料都被人为销毁了。宁一，看来你身上还有不少秘密。他应该还没有走远，你先别出去。你，顾总，冯小姐刚刚……不好意思，是我打扰了。说吧，什么事？顾总，小少爷不见了。小爷不见，冯小姐，哼，小爷仍已经被我绑走了，您怎么打算呀？啊？找不到小少爷，你们都得给我滚！你就是这么照顾儿子的吗？小人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小人这次绑架，说不定就是你在报复我。我上次没给你通过面试，闹够了没有？你打他，小人就能找到。谨言。我也是担心小瑞啊，所以才一时不受控制打了他。我刚刚在书房的人是宁一，这个女人果然不简单，我一定不能让她抢走属于我的位置。对不起，顾总，是我的失职才会导致小瑞失踪。小瑞，这个手表有定位系统，以后有需要随时给老师发消息，好吗？好。小瑞，是小瑞，小瑞发送的定位。快备车！哎，静言，不行，我不能让他们轻易找到那个小野种，不然我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顾景已经发现你们的踪迹了，趁他赶过去之前，务必要处理干净。站
我和景言的孩子就不劳您老是费心了。不行，这样下去小瑞肯定会有危险，我不能坐以待毙。小瑞，小瑞，啊，是妈妈。妈妈，难道是冯娜？你怎么这么烫？不行，我要带你去医院。走。臭娘们，想打烂我们面，把人带走，打得不小呀！啊！两位大哥，我求求你们了，孩子还小，他现在已经发烧了，必须要去医院。这样，我给你们钱，你把我们放了好不好？这娘们挺识趣呀，不是把你放了，上面人能放我们俩吗？啊！跟他废什么话？赶紧把他杀了，坏了我的好事。哼，想坏我的好事啊？马上去见阎王。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不，不可以，我的爹娘还在等着我。找死！啊啊啊！小瑞他怎么了？他发烧了，快送他去医院。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不能，不能。是宁小姐让我们干的，求你饶我们吧，饶了我们吧！你说什么？是宁一指使你绑架小少爷的？是的，是的，我总要有这本账的记录。不信任。来人，把他俩给我带出去。宁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宁一，没想到真是你做的，敢伤害我儿子，我杀了你！够了！王小姐，刚刚我就在想，这些绑匪是怎么忍心会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的？直到你见到我，根本就是一个圈套。现在这些绑匪在我进来之前全都消失了，直到我带着小瑞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才突然出现，就好像在拖延时间等什么人一样。你说，到底是谁？啊，当然是你啊！他们刚才都说了，你就是幕后的主谋啊！那既然我是顾，又为什么会暴露我们之间的关系，让你们来个一窝端呢？不、哦，这明显是栽赃陷害。宁夜，没想到你为了逃避责任，这是什么谎话都变得出来！天，是不是骗？不、哦，怎么验证？他们之间一定会有对外的通讯工具，查一下最近的通话记录，我就知道。哦，对，我想起来，这个是刚刚绑匪给我打电话，说要管我要钱，不然的话就撕票。那你刚刚怎么不说？不是这样的，景言，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我。够了，我不管你们两个之前有什么样的仇恨，你们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把仇恨牵扯到孩子身上，孩子还小，经不起这样的折腾。要是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不会放过。我们走。景言，妈妈，你怎么了？好像不开心。宝贝，妈妈好像做错事情了。妈妈，你不是说过？做错事了要尽力弥补，你是坚强的小强，永远都不会被一点挫折打败。对啊，事情又不是我做的，我为什么要坐等他们认罪啊？我应该去尽力弥补，要力挽狂澜，证明自己的清白才对。我们甜甜真是妈妈的小棉袄。说什么？如果小瑞真的是我的孩子，那么今天发生的一切都能说得通。我一定要想办法验证这个结果。我是小瑞的家庭教师，请让我进去。宁小姐，非常抱歉，顾总吩咐过了，不让你和小少爷接触，你还是请回吧。我，宁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周特助，请你帮我向顾总求求情，让我见见小瑞。只要确定小瑞没有事情，我就会离开的，好不好？顾总吩咐了，以后不让你再靠近小少爷，
请回吧。不，顾总，顾总，顾总，我有话想跟您说。我不是吩咐过不让他来看小瑞吗？你们是怎么办事的？不关他们的事，是我执意要进去的。你看，这是我出发的时间点，这是小瑞被绑架的时间点，两个时间点根本就对不上。而且我也没有理由绑架小瑞啊！求求你，让我进去见见他吧。顾总，我查过了，的确和宁小姐说的一样。顾总，不好了，小少爷出现了高烧进厥的现象，要马上进行抢救。孩子现在情况很不好，要家属签病危通知，我们才能够抢救。医生，医生，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孩子！放心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顾总，我有一件事情想问你，是关于小瑞的。小瑞他真的是你的儿子吗？怎么，我顾谨言连自己的孩子都会认错？如果小瑞真的是顾谨言的儿子，那么五年前那个男人就是……我会想办法向你证明，这次绑架真的和我无关。到时候，希望你能不要阻止我见小瑞。好，我给你一个机会，但如果你不能证明你的清白，我会亲手把你送进监狱。小瑞，等我。你就是，我早就警告过，别动不该动的心思，这就是你下场。策划这场绑架案的人就是你。你有什么证据？我手机里有你和绑匪的部分聊天记录，剩下的聊天记录我会想办法恢复，但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你和这场绑架案绝对脱不了干系。把手机给我！虽然目前还不能完全证明这件事情就是你做的，但作为小丽的家庭教师，绝对不会再允许你伤害她。你以为仅凭一份聊天记录就能把我定罪吗？我告诉你，不管怎样，我始终都是小丽的母亲，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有本事你就去顾谨言面前接受我。小瑞，等等我，再等等我，等我找到证据，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爸爸，小瑞，你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小瑞，你还记得自己被绑架的事情吗？是妈妈。顾总，事情查清楚了，这场绑架的确和冯小姐脱不了关系。先不要声援，我到底要看看他要干什么，竟敢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下手。顾总，我找到冯娜的证据了，你看，给绑匪汇款的是冯娜的海外账号，所以事实证明，这一切真的和我没有关系。宁小姐，你好有本事，这么快就找到了证据。是啊，我先是放着大好的前途，委身做一个家庭教师，再是小瑞失踪，你到底有什么目的？顾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说你刻意接近小瑞，到底是什么目的？顾总，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来应聘家庭教师，纯粹是因为您开的薪资比较高。是。当然，我能看看他吗？我真的很担心小瑞。小瑞，小瑞，老师来看你了。老师，老师，我还以为今年就不到你了。以后有老师在，就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到一点伤害。时间到了，你该走了。小瑞，那你先休息，老师改天再来看你。好好休息，真相即将大白，孩子，你再等等我。爸爸，我要林老师啊。小瑞，不管怎么说，冯娜才是你的妈妈，你以后要跟妈妈好好相处，不要再想着那个女人了。他压根就不
喜欢我，她就不是我妈咪。不是不是，我要倪老师。好，小月，那你要答应爸爸好好养病，爸爸就让你见倪老师，好吗？你的意思是，那天晚上的男人是顾谨言？大概率是他，小瑞很有可能就是你和他的亲生骨血。如果是这样，那小瑞就真的是我的孩子。医院，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小蕊是我的孩子，小蕊真的是我的孩子，小蕊就是我的孩子。小蕊，你再等等妈妈，我一定会把你带回身边。云姨，她怎么会在这儿？什么？五年前的那个女人是宁一？是宁一呢，不行，我不能让他抢走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绝对不行。哎，顾总，哎，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到了吗？小瑞闹着想要见你，我可以允许你们见面。如果你怀着别的目的接近我，我不会放过。顾总，您放心，我们之间只是合作关系，至于别的。我不会多想意思。我还不能让顾谨言知道孩子的身世，否则他一定会阻止我们见面。还有甜甜，要是被顾谨言知道他的存在，一定会带走他的。妈咪，你怎么了？是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吗？妈妈找到哥哥了。但是还不能带他回家。太好了，甜甜终于有哥哥了。你放心，妈妈一定会想办法来带他回家。我相信你。原来这就是我哥哥呀。小瑞，妈妈来看你了。谨言呀，咱们在一起已经五年了，最近我爸妈一直问起咱们的婚事。再说了，你看小瑞都这么大了，总不能一直让他……冯娜，你真的有把小瑞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吗？是不是知道什么？啊，谨言呀，你看你说什么玩笑话呢？那小瑞可是我怀胎十月亲自生下来的呀。再说我这么说也是为了孩子考虑嘛。冯娜，你最好记得。你是他的亲生母亲。小瑞，妈妈不在的时候，是不是有人跟爸爸说妈妈坏话了？顾小瑞，跟你说话了，没听见是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家教？还不说，别说。嗯，好想人啊。老师长，林老师，你到底在哪里呀？小瑞找不到你了。你好，我叫宁甜甜，我是你妹妹。妹妹，看我们俩有一样的才子。也不知道小瑞会不会喜欢我做的小蛋糕。怎么回事？小瑞不见了。又不见了？怎么会又不见了呢？是不是冯娜？是不是他又对小瑞做了什么？再不济他也是小瑞的母亲，倒是你情绪比我这个亲爹还激动。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呢？我没有啊。宁一，好吧，其实我才是小瑞。
小月，小月，你去哪儿了？你把妈妈……老师吓坏了。哥哥，外婆说我们小时候被人分开过，妈妈为了找你，放弃所有事情当家庭老师，你一定要保护好妈妈，别让别人知道我们的身份。小人，你怎么了？老师，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伤心的。没关系，只要你没事，老师就放心了。莹莹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小月的亲生母亲，错觉吗？莹姨，帮我办件事，毁了莹姨。没想到小月这么喜欢你，这些天麻烦你了。顾总，我是小月的家庭教师，她能开心，这也是我的职责。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没什么。我晚上还有个客户要见，就先走了。这个是给小月的，你去找爸爸。一，这次的合作是突然安排小月的。刘总是圈内出了名的好色，你万事小心，有事给我打电话。好。明老师，来，快坐，快坐。这次刘氏啊，能和你们教育机构合作，那多亏了冯小姐。来来来，我敬你一杯。来，冯小姐，冯呢？多谢刘总赏识。刘总，我们这……奇怪，我怎么感觉这么热？难道是？明老师，怎么了？该不会是喝醉了吧？不好意思，刘总，我有点不太舒服，去趟洗手间。醉了，醉了，我带你去休息休息。别碰我！哎呀，你这干什么呢？还偷偷打电话？顾总，宁小姐今晚有应酬，就不过来陪小少爷了。应酬？好像是刘氏的刘总。哎，怎么？难不成怕我把你治了？我有点不太舒服，想让我老公来接我。刘氏的气和教育挂不上吗？谁不知道你林一是单身呢？啊！别碰我！放开我！别碰我！我老公可是顾景言。他们之间的有什么？快备车！你说你老公是顾景言，谁不知道顾景言有没有婚期？你这怕不是胡编乱造瞎？该死，被他识破了，我得另想办法才行。我劝你快乖乖行吧，那陆景言可不是你瞎长的人。敬酒，这罚你，他妈今天玩死啊！你来，敢碰他，找死吗？是我错了，我就是没心片，我再也不敢了。你放过我吧。云云难道没有票？我们那车。竟然拿我当枪使！来人，把他给我扔河里喂鱼！顾总，错了，今天这一切都是冯小姐安排的。我要知道林毅是你的人，你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呢。你说是冯娜？对，冯娜，她说林毅小姐抢走了属于她的一切，所以才设计毁了林毅小姐。爸爸，您老师怎么了？老师身体不舒服，我带老师去休息。小瑞，你自己去睡觉，乖。妹妹，爸爸妈妈已经进卧室了，你放心吧，有我守着，绝对不会让那个坏女人打扰到他们。好热，
很难受，不要离开我。你我是顾景言，刘永静。静静，这是你私生活。顾景言，我头好痛，这是怎么？好熟悉的味道。五年前，出现在华都酒店888号房间的是。是宁毅，舒服多了。你这张漂亮的小脸蛋，应该不少人惦记了啊。宁毅，我现在就让你清醒清醒。救命！我不会游泳，我不会游泳啊！我不会游泳。宁毅，宁毅。宁毅，你的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啊，头好疼啊！不会吧，我真把他睡了。完了完了，我竟然把自己的雇主给睡了。醒了，流氓！你要干什么？别过来！昨天晚上可是你抱着我不让我走的，怎么想翻脸不认账？冯小姐，我想你误会了，是顾总吩咐我来接小瑞放学的。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大可以去跟他沟通。景言那么喜欢你，他一定会听你的，你就帮我求求情吧。我作为一个母亲，实在接受不了我和孩子骨肉分离啊。原来是个上位的小三，真是太不要脸了。可能是我对小瑞要求太严格了，所以他才这么喜欢宁老师。为了他，连我这个亲生母亲都不认了。宁老师，小瑞好想你呀。小瑞。林老师，不要给我粥给他好不好？小瑞，你的妈咪来接你喽，快跟她回去好不好？小瑞乖，我不要花果。小瑞，不可以这样，这样做不礼貌，而且她是你的妈妈。对不起，小瑞，我现在还不能和你相认。我不要你老师，我这也不喜欢你了，我这也不要。小瑞，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不听，我不听，你想跟我说给坏女人，那是坏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发生关系。你以为我们真发生关系？难道不是吗？我们衣服都换了，还能是我想多了？昨天晚上你吐了我一身，衣服是佣人给你换的，怎么看起来你好像很失望？没
没有最好的。小月马上要放学了，我要去接她。哎呀，我脑子都在想什么呀？老师好，我是小瑞的家庭教师。老师，我是小瑞妈妈，来接孩子放学。啊，对了，小瑞今天表现怎么样呀？没有给您添麻烦吧？没有没有。哎呀，宁老师，你是来接小瑞的吗？哎呀，真不好意思呀，我不知道今天你会过来。这位是董老师，他是小瑞的家庭教师，我的未婚夫很喜欢他。宁老师，你没有孩子，不懂一个做母亲的感受，就当我求你了，让我接接孩子吧。我不听，我不听，你想跟我说给坏女人，那是坏人。小瑞，外面危险，等等老师，小瑞。小瑞到底在哪儿啊？小瑞，小瑞你在哪儿啊？老师找不到你了，你快出来啊，小瑞！小瑞，顾金言，小瑞不见了。怎么回事？好端端的又不见了。你现在在哪儿？我马上过去。我发位置给你。我去！小瑞虽然生性顽劣，但也不至于藏起来。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小瑞突然很抗拒从小姐。我不闹。从小姐执意要带走小瑞，小瑞不愿意。我只是告诉她不可以这样。是姐姐拖延着出来的，所以你只知道冯娜是小月的母亲，你不知道冯娜对她做了什么。如果冯小姐不是小月的母亲，就算是一个陌生人，养育一个孩子五年，多多少少也会有很多感情。她怎么能不顾亲情这样对待小月？我倒是希望她不是小月的母亲，这样我就可以和她断绝关系，不会再让小月受到伤害。这话什么意思？小瑞只是他进入顾家的工具吧，他刻意引导小瑞学坏，逼小瑞生病，都是为了逼我回家见他。我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要遭这种罪，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还要让冯娜在顾家？我之所以留着他，我是不想小瑞被大家说他是没有妈妈的孩子，咱们在这儿等也不是办法，回家吧。还没有找到吗？好，我知道。怎么样，小瑞找到了吗？小瑞现在还没有找到。宁毅，都是你！小瑞如果出什么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你敢打我！明知道小瑞不愿意亲近你，你为什么还要逼他？才是小瑞的母亲，如果不是你，我们家也不会变成这样。都是你！冯娜，你闹够了没有？谨言，是他弄丢了我们的儿子，你竟然还要护着他！够了，再找下去能找到孩子吗？我出去找。小瑞，小瑞，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孩子？大哥，有没有看到这么高小男孩？大哥眼睛，小瑞，小瑞。小瑞，妈妈错了，妈妈不该把你弄丢的。妈，你跟我来。当心被不能和你有日日。小瑞，别闹了。小瑞，你跑哪去了？你吓死老师了，你知不知道？
以后不可以再乱跑了，可以吗？那些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妈妈并不喜欢我，她要养我，是因为我的爸爸，也有可能是我做的还并不是很好，所以她才这样对我的哥哥。小孩子，你没有错，是老师不好，是老师没有管过好你。老师，你可以跟我走给他，我不想让他做我的妈好，都听我们小瑞的。但是小瑞以后有什么事情要随时跟老师说好不好，我可以再乱跑。老师对不起，老师，老师，那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妈妈，你不用离开我好不好？妈妈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甜甜终于有哥哥啦！小瑞乖，衣服太湿，感冒，妈妈带你去换身衣服，好不好？啊。小瑞，小瑞，怎么这么烫？小瑞，妈妈，哥哥没事吧？哥哥生病了，妈妈要带哥哥去医院。甜甜乖，在家待着，不要乱跑，好不好？好。小瑞怎么病倒了？怎么回事？他淋了雨，躲在我家，我回家才看到。对不起，如果不是我，小瑞也不会跑出去，更不会生病。别担心，小瑞不会有事。真的对不起，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小瑞。小瑞很在意你，希望你以后可以好好陪着他。怎么样？孩子的高烧退了，好在送来的及时，否则不堪设想了。你是孩子的母亲吧？还好有你输血及时，挽救了这次危机啊。你是孩子的母亲吗？医生，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可能只是和孩子血型相配，我们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奇怪，用血型的适配度来说，应该是有血缘关系，难道是我搞错了？他们两个人的侧脸太像了。顾总，您让我调查宁小姐的事情有结果了。五年前宁小姐母亲病重，按理说她应该陪在母亲身边，可是宁小姐却突然出国深造，直到她母亲病危她才回国。以宁一的品行来说，不是能为了前途抛下母亲出国的人。五年前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乔瑞，你在这里等老师，老师去给你买饭，好不好？老师，我会乖乖等你回来的。小瑞，妈妈听说你生病，就立马过来看你了。怎么样，这么久没见，有没有想妈妈？我不要见到你，你走，你走。顾小瑞，谁允许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就算我再不济，说到底，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说，是不是你那个贱人教你的？说。小瑞，你干什么？放开他！小瑞，他现在问我们疼不疼？冯娜，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能下得去手呢？哎，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也敢指点我，教育我儿子？我告诉你，我才是顾谨言的未婚妻，而你就是个见不得光的第三者。这里最没有资格教育小瑞的人就是你。你敢说小瑞真的是你的亲生儿子吗？难道他已经知道小瑞是他儿子了？宁小姐，我只是想来看看孩子，求求你成全我吧。谨言，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只不过是跟宁老师争执了几句，他不是故意要推我的，你可千万别怪他呀。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在孩子的面前争执，像什么样子？静言，我也是太担心小瑞了，一时着急才做出这样的举动。谁让我才是小瑞的亲生母亲呢？顾总，我刚刚进来的时候亲眼看到冯小姐在掐小瑞，如果不是我来得及，宁小姐，我调查过了，在你应聘小瑞家庭教师之前，你拒绝了知名企业的 offer， 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你敢说你接近我家小瑞没有别的目的？静言，这种女人留在身边就只会害了小瑞，这种人得趁早处理干净才行。宁毅，他说的是真的。我到底该不该告诉他，其实我才是小瑞的亲生母亲？顾总，事情确实是，但我……你一定要保护好妈妈。爸爸，林老师没有错，是他，他欺负林老师，是他在骗人。妈妈一进来就插我，不要我和林老师亲近，他是一个坏女人，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了。小瑞，我可是一个妈妈呀，你怎么帮着外人害我呢？静言，小孩子说话口无遮拦的，你可千万别信呐！够了，冯娜，之前是我太纵容你，让小瑞一次一次的受到伤害，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再有下次，我绝对不放过你。静言，我才是小瑞的亲生母亲呀，你不能因为贴心他们外人的三言两语，就彻底斩断咱们之间的情分呐！出去！同样的话，我不想再说第二遍。小瑞，你疼不疼？对不起，是老师，都是老师没有保护好。老师，你已经给我保护的很好了，谢谢。小瑞真懂事，老师真希望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如果老师愿意的话，从今以后我只有你一个妈妈。我需要知道宁姨五年前所有的事情，尽快。爸爸妈妈警告我不准和林老师亲近，小瑞没有同意，是不是很棒呀？그대향한눈물은아니기是我们小瑞是世界上最棒的小孩了，老师好感动。小瑞，以后他要是再欺负你，你就告诉爸爸。好，也不能让妈妈欺负林老师，因为林老师是唯一给我关心的人。我不想接触他。小瑞，宝贝，妈妈也不想失去你啊，只是目前我还不能和你相认。这段时间辛苦你，还有心思方面的事情我肯定不会亏待你。说这些又不是我的，不能说这么多。甜甜妹妹，哥哥，原来你生病了可以住这么好的病房呀。甜甜，你是我的妹妹，你爸爸妈妈一时候我的就是你的。真的吗？哥哥，你真是对我太好了。没想到这个小贱人居然也是顾景叶的主意，要是他的存在被发现的话，那就意味着我的鸟也不保。不行，不能就这么放弃。顾总，五年前宁小姐出国的时候很匆忙，什么都没带，但宁小姐出国的时候生过一对龙凤胎，父不详，孩子被母亲差人送走，至今下落不明。她也生过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具体的怀孕时间你知道吗？医院有档案记录，巧的是宁小姐和冯小姐在同一天怀孕，而且她俩生产的医院也是在同一所。当年冯娜是独自生完孩子才走的，找个时间私下给宁毅和小瑞做一个亲子鉴定，
您的意思是，天底下没有这么凑巧的事情。等鉴定结果出来，就真相大白。是。宁小姐和小少爷如果是亲母子，那少爷和宁小姐不就是？师姐，原来你住的房子这么漂亮呀！那美的，你回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住了，太棒了！爸爸，院子里本来了一只流浪猫，他发现你不要过去了。好，爸爸不过去，你好好准备一下，一会儿去上课。爸爸，你和你老师先去客厅等我，我马上就来。好，那老师去客厅等你，不要迟到哦。哥哥，妈妈好像不让爸爸知道我们的关系，所以你要装不知道喽。我得回去了，要不然妈妈等会儿回去找不到我了。妞，好棒。我可是顾总的未婚妻，谁给你们胆子敢拦我？冯小姐，顾总已经吩咐过了，你不能进去。你，这不是林医生的那个小贱人，该死的林医，他来过这里，不知道他的存在。只要我能在真相大白之前怀上孩子。那依旧是顾家无名的女人。顾总，宁小姐和小少爷 DNA 鉴定出来了。经过鉴定，宁小姐和小少爷的 DNA 匹配度达到了99.99%，确定母子关系。顾总，我来给小鱼上课，他人呢？他在后院，你去找他吧。好。你生过孩子？他该不会知道什么了吧？没错，我是生过孩子，还是一对龙凤胎。不过我母亲当年为了我的学业，已经将孩子送给别人抚养。是吗？那孩子的亲生父亲是？他的父亲已经死，还要继续问下去。顾总，抱歉。是我的错，我带你去找小瑞。妹妹，你就在这里躲着，不要出去。爸爸，林老师。林老师来给你上课，快去准备一下。那是什么东西？快上课吧。甜甜的手链怎么会在这儿？冯娜，你真是好手段。另外，五年前的那天晚上给您下药的人也招了，他说是冯小姐指示的，其他的一概不知。小少爷是你和宁小姐的孩子。那就是说五年前那天晚上和你发生关系的是五年前那天晚上的女人不是冯娜，而是宁一。宁一之前跟我说她生过一对龙凤胎，对，我还有个女儿，找，去给我找。顾总，来之前我已经调查过了，那个孩子至今下落不明，恐怕已经应征小鹿家庭教师之前，你拒绝了知名企业的 offer， 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你敢说你接近李家小鹿没有别的目的？到现在才知道，你接近我的目的
什么？你说顾谨言做了亲子鉴定，知道了小瑞的身世？但是他还不知道婷婷的存在。在他发现之前，你赶紧带孩子离开这儿。不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小瑞，不能就这么走。这样，你先带婷婷走，把她藏好。等我带走小瑞，立马找你们会合。你尽快。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直接承认真相，也许还有缓和的余地。顾总在家。顾总在书房办公，林小姐，请吧。冯娜，静言，你怎么在这儿？林依呢？你这是在哪儿？静言，我想你，你就要了我吧。谨言，我爱你，很爱很爱，你别不要我了。冯娜，你敢在我的酒里下毒，你好大的胆子！谨言，我实在是太想你了，所以才会这么做的。不想再看到你，周德柱，把他给我带出去。不要，谨言，不要，谨言，谨言。顾总，您身体不舒服吗？是你。顾总，你被冯娜下药了。我告诉你，五年前那个女人到底是不是你？对，五年前那个女人就是我，我才是小瑞的亲生母亲。果不其然，家庭教师只是你接近小瑞的借口。没错，如果没有冯娜，我和小宝根本不会分开。顾总，你是小瑞的父亲，我希望您能体谅我，把他还给我，让我好好弥补他。还给你？我是不会把小瑞还给你。顾总，真是太过分了！我一定要带小瑞走。抢走我儿子，还说我自私，宁姨，你真是长本事了。如果你肯把孩子还给我，我可以补偿你。补偿我？拿你的身体补偿我？你要干什么？当然是如你所愿了。拿你的身体补偿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小少爷的母亲，忘记了吗？小瑞，小瑞，你快去跟爸爸说说，妈妈真的知道错了，就让我上去见见他吧。啊！堂堂冯家大小姐，为了上位，竟然不惜用这种下流手段，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你错了，你竟然……我打死你！林老师，你真的是我妈妈。只是我早就想到了。来人，告诉冯娜，解除我和冯娜的关系。从今以后，我不希望再看到这个人。不要紧呀，我求求你，不要紧，不要再说我女儿了。冯娜，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我咎由自取。哈哈哈哈哈！
这个贱人，就派给郭景言生孩子吗？是吗？告诉我，要不是我冯娜，你连怀孕的孕妇都计划都没有。妈妈，我好怕啊！当年我的心我也不会有这个打算。你说，明明你都以为小的是我，可是为什么就是死了？啊！ 为什么呀？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就是不能治我！不凭你，也配？来人，把他给我带走！放开我！放开我！我告诉你，我不会放弃的，我不会放弃的！ 妈妈，是我的，是我的，你没事吧？没事，谢谢。你怎么都这么对我？ 处心积虑的接近小瑞，那就是为了勾引你上位啊！你怎么还要护着他？宁姨为什么会出现在府上？想必你心里比我还清楚吧？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好，我再问你一件事：小瑞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静言，你看你说什么玩笑话呢？ 小瑞可是我怀胎十月、亲自生下的孩子呀！那你告诉我，这是谁？你口口声声说小瑞是你的亲生母亲。 为什么检测报告里你和小瑞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不行，我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小瑞，那就是我的亲生孩子，就是我生的。检测报告里清清楚楚，小瑞真正的亲生母亲是宁一。 这份协议你看。 同居协议，你、我、同居，顾总，我们非亲非故的，这协议我不能签。非亲非故，你背着我生了一个孩子，又独自离开我，如果你以后想见到小瑞的话，除了这份协议，你别无选择。顾谨言，你和我只是合作关系，没有必要非住在一起吧？我不同意。 你是我孩子的妈，同居是为了更好的制造家庭氛围，弥补小瑞多年缺失的母爱。你难道不想一直陪在她身边吗？我还以为，或许这是我带走小瑞的唯一机会，也不是不行，只是合同。 同居关系存续期间，乙方不能接触任何异性，这是什么道理？小瑞从小被大家说她缺少母爱，你难道想让她遭受更多的非议吗？可我们顶多算是室友，不是夫妻。这是我给你和小瑞相处的机会，如果你不签的话，我有权限制你和小瑞每个月的见面次数。 你好好考虑一下。哎，等等，抱歉，妈妈，小瑞，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给妹妹寄回家呀？小瑞，你见过妹妹了？那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妈妈了？但是那妹妹还告诉我，要保护好妈妈，这次我们才能一家团聚。宝贝，放心，我们一家人一定会团聚的。但是你要答应妈妈一件事，不能让爸爸知道妹妹的存在，好吗？你们两个偷偷摸摸的说什么呢？这是我和妈妈的秘密，妈妈不说，我也不说。小瑞不说，我也不说。哎，你们走，妈妈带你出去玩。我被冷落了。顾总，小少爷有母亲陪着，自然也需要父亲的陪伴，您说对吧？对呀、啊，年终奖翻倍。好啊，小瑞，等等爸爸。你们在玩什么？这是爸爸妈妈和我和妹妹。妹妹？我告诉小瑞，他还有了个妹妹，只不过……林毅，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们还有小瑞呢。我还有这样的意思，我先走了。爸爸妈妈，爸爸啦！林毅，你给我有个机会吧。顾总，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林毅，我想给小月一个完整的家，你给我一个和你开始的机会。我顾总。这段时间前，不仅小月有一个开始，我有一个。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够，你告诉我，我努力做好，直到我满意为止。放心，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答复。顾总，你说我在你眼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顾总，您体贴下属，待人和善，是位好领导。谁问你这个？我是说，宁一为什么这么抗拒我？我是哪里做的不好吗？顾总，追人可不是光动嘴就行的，你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你的真心。不然宁小姐又怎么肯放心跟你在一起呢？你说的对呀、啊。宁毅，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不仅小瑞离不开你，我也离不开你。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够好，你告诉我，我努力做好，直到你满意为止。我的脆弱，像顾谨言这样的人根本就不是我能消想的对象，我又怎么能对他抱以幻想？唉，宁毅，这是什么？宁毅，都是你！要不是你的出现，顾谨言也不会知道真相，不会跟我解除婚约。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切，不都是什么狗手套吗？喂。顾阿姨，竟然为了别的女人要跟我解除婚约，我倒是无所谓，只是可怜了小瑞，她年纪还那么小，就被迫要与我这个亲生母亲分开，实在是太可怜了。甜甜，妈妈要出去办点事情，你乖乖待在家，不要乱跑，有事手表发消息，知道吗？收特助，你这是？宁小姐，
这是顾总特意吩咐我给您送来的，上面还有顾总亲手写的卡片。宁一，见花如面，我的意思是我会一直等你，顾总。真是，哇，好漂亮的花呀！阿秋，周特助，快把花拿开，他对花粉过敏。糟了，甜甜，你没事吧？没事。这个孩子和顾总长得好像，没记错的话，顾总也对花粉过敏。难道这位是？宁小姐，这个孩子是？这个孩子是我表姐家的孩子，暂时住在我们家里。你要是没事的话，就先走，我等会儿就会去照顾小月。哦，是我想多了。你为什么要骗叔叔我是表姐的女儿？妈妈担心你被人带走，所以才这么说。我还不能确定顾谨言的心意，又怎么敢轻易告诉他真相呢？宁一，我给你买了很多的礼物，还有一张银行卡，你看看你喜欢吗？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我也是小瑞的母亲，照顾他是应该的。我做这些是为了我自己，我想为自己博取一个机会。顾谨言，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宁小姐。你好大的排场，你就是宁老师。我是。你作为我家孙子的家庭教师，你应该有个表率，怎么能通过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去夺取你不该拥有的东西？妈，你这是干什么？顾谨言，我还没说你呢，你是有未婚妻的人，怎么可以跟另外的女人胡搞？要是被别人知道，我们顾家的面子往哪搁？顾夫人，您误会了，我和谨言我们……我跟我儿子说话，你插什么嘴？妈，是我主动追求的宁一，你打他干什么？像这种自怜的女人就应该打。你要是再和这种女人纠缠不清，你让我怎么跟冯家交代？妈，冯娜有今天都是她自己咎由自取，怪不了任何人。顾谨言，你真是糊涂。尽管她犯了天大的错误，她也是小瑞的亲生母亲。你怎么忍心拆散他们母子？啊，冯娜压根就不是小月的母亲，宁一才。可是，当初是冯娜亲手把孩子抱到我手上，她怎么会骗我？把亲子鉴定给夫人看了。妈，我们都被他骗了。他怎么能骗我？妈，难道这样的女人，我还要留在家里，任由她为非作歹？为了这个家，为了小瑞，我都不会和宁一分开。这件事，你有分寸就行。宁小姐，就算你是小瑞的亲生母亲，我也不会接受。就看你以后怎么做了。顾阿姨，事情怎么样了？还把那个女人赶走了吗？娜娜，你实话告诉阿姨，小瑞是不是你亲生？阿姨，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娜娜，你到现在还在骗我？谨言都告诉你，宁一才是小月的亲生母亲，而你，你们还是不要在一起。不行，不能就这么放弃。顾阿姨，你一定是被他们给骗了。我抚养小月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不是他的亲生母亲呢？我还有事，改天再聊。东西，既然你不成全我，就别怪我对你下狠手。
顾阿姨，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命不好。杀你的人不是我，是林一。我的女人。金言，郭夫人怎么样了？你别担心，她一定会没事的。走开！冯娜，金言，宁毅肯定是对阿姨怀恨在心，所以才对她痛下杀手。这样的女人，你不能留在身边。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之前，还轮不到你来指点。请问谁是宁毅？我是，怎么了？这是从受害人身上发现的，我们怀疑你与这起伤人事件脱不了关系，请你和我们走一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不是这样的人。人赃并获，谨言，里面躺着的可是你的母亲呀，怎么还要纵容他？我愿意配合你们调查。林一，我不相信是你做的，你等我。我一定会查出真相，还你一个清白。谨言，这样的女人向来是表里不一的，你可千万别被她给骗了。冯娜，我警告你，这件事情最好公之于众，否则我不会放过你。谨言，滚！你们不是警察，你们是谁？虽然你聪明，不过你已经没机会了。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顾总，老妇人遇害的附近监控已经被人刻意抹去了，看来是有人刻意阻止我们调查。继续查，顺便帮我去里面打声招呼，别亏待了你。可是那边的人说事情还没进展，宁小姐好端端的怎么会被人带走？你说什么？不好，宁毅出事了。宁小姐，别挣扎了，这么偏僻的地方是不会有人来找。是冯娜让你们来的。既然都知道了，那我们更不可能放过你。啊！追！给我追！宁毅的定位查到了吗？查到了，快来开车，不要让他出任何事。是，搜，给我仔细的搜，我们上头快点下来，我们都得死。他在那儿，快追！跑、啊？怎么不跑了？害老子跑了半天，你给我去死吧！宁毅，过几年你还有个女儿，你要好好照顾她。什么？那个老东西醒了？你确定吗？你可真大！他醒的话，一定会揭穿我的。顾阿姨，别怪我，谁让你挡我的路的？周特助，冯娜，果然是你。静言，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来看看顾阿姨。证据确凿，你还狡辩？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计划好的。你想杀害我妈，让宁一做替死鬼，
下半辈子你就在牢里好好反思吧。不要景言，不要，我只是心不通才会做出这种蠢事，不要我景言。我可是唐家冯家大小姐，不能就这么毁了，绝对不能。景言，我就知道你舍不得。如一，怎么是你？顾景言，你还有个女儿，你要好好照顾她。顾景言，如一，顾景言，我要，顾景言，你醒了，我还好，你没事？我没事。如一，其实你心里是有我的，对吗？疼。哦，抱歉，我忘了。我今天救你的时候，好像听见你说，今天情况太危急了，说什么我也忘了。当下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伤害顾夫人的凶手。这件事我已经派人去查了，我相信今晚就能把凶手弄了。我让人把我妈醒来的消息放出去了，真凶一旦听到这个消息，绝对不会坐以待毙，他一定会再次出手。怎么，见到我很失望？你来干什么？我要见顾景言，我有话跟他说。顾景言是不会再见你。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你为了上位不惜伤害小人，甚至多次陷害。我能留你一条命，已经是网开一面了。那又怎样？谁让你阻碍我做顾太太的位置？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哼！可以，你女儿还活着，对吗？你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我就随便说说而已。我警告你，你要是敢伤害我女儿，就算是下地狱也会带走。帮我办件事，你女儿还活着，对吗？甜甜只有回到顾家才是最安全的，我不能再等下去了。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没事。对了，冯娜要怎么处理？他伤害我妈，加上买凶杀人，光凭这两点就够他牢底坐穿。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保护好你和小瑞的。是啊，冯娜已经要进去了，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顾总，老夫人醒了。锦言，先前是我识人不清，误会了你对锦言，别往心里去啊。阿姨，您作为长辈，担心自己的孩子是很正常的，我能理解你。好好好，你跟锦言过得好比什么都强。我的绝望，这个阿姨，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是我孙子的母亲，也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收下它。谢谢阿姨。妈，这段时间你好好养病，我们还需要你来主持婚礼呢。好好好。我知道你说那些话是为了安抚老夫人，但是你也不能说那样的话，上来怪不好意思。宁宁，我没有开玩笑，娶你是我的真心话，我想和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是认真的？当然。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你了怎么办？还会娶我吗？只要你不是爱上别的男人，
我都可以接受。甜甜，妈咪准备把你的事情告诉爸爸了，这样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真的吗？爸，好吧，好吧，好吧。你打算把甜甜的事告诉顾景言？是啊，这段时间接触下来，他对甜甜很好，对我也还不错，所以我打算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他始终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嘛。明义，豪门子弟向来薄情寡义，像顾景言这样的人根本不会对你动心的。我劝你还是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吧。袁州，就算我们两个在一块不能一直走下去，但他始终还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啊。你这语气是……没什么，我公司还有点事，我先走。顾景言，我绝不会让你把林毅从我身边抢走的。顾景言要是知道女儿还活着，一定会很开心的。要不是看在孩子的面子，我会娶她，对她好，只不过是你不然就听她的说，也能配得上顾太太的位置。听到见路灯亮了，这不是宁小姐表姐的女儿吗？她的照片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表姐的女儿，对，你不觉得这个孩子长得跟我有点像？顾总，您别说，还真像。也许爱更像一首唱完的情歌。远州说的没错，顾谨言这样的身份又怎么会真心喜欢我？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罢了。明义，你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你衣服哭了，发生什么事了？我想起来怎么了？他对我突然这么严厉？顾总，我们之间只是合作关系，请您以后注意分寸。林一，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不喜欢，我有错。你总得给我一个解释，什么叫我们算了？我从一开始就是算计的结局，目的就是为了和小雨相遇。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没有任何利益价值。只是你顾总，宁小姐怎么走了？滚！我从一开始就是算计着姐姐，目的就是为了和小雨相遇。现在我的目的没有任何利益。静雅，怎么一个人喝前面就来了？你说，一个女人愿意跟你好，到头来却说她没爱过，这是为什么？这你就不懂了。女人啊，向来喜欢说反话。她怎么样？为了故意气你，说不定你惹人家不高兴了。我做错什么了？一个人也算是种快乐。她不会是听到我和周特助的谈话，误会我了吧？这不是宁小姐吗？顾总，宁小姐一个人在酒吧喝闷酒，你赶紧过来吧，地址发给我。顾景言这个王八蛋。顾总真不是个人啊。
美女，一个人喝酒啊？放开我！你说性子挺烈，敢碰我的女人，找死吧！啊啊！你快点，别等你！没事吧，我们走。谁让你喝这么多酒的？我告诉你，顾谨言就是个大混蛋。那你倒是说说，我哪里混蛋了？那你自然。你怎么在这？你还没有回答我，我为什么是混蛋？跟你什么关系？我女一，回答我。根本就不喜欢我，你为什么要来招惹我？我宁一，这是孩子的问题，绝对不可能。果然如此，看来真的是被你误会。你看看这个，我今天说的话是不是和这上面的很像？所以你今天说的都不是真心的。我还能骗你不成？我顾景言不会娶不喜欢的人。如果我可以做到的话，我早就和冯娜结婚了。那是我误会你。所以你还和我分开了？你不能进去，不能让顾景言发现甜甜。为什么？因为你是谁？顾总，送完了，我还得谢谢你把林玉送回来。你们是什么关系？我们两个住在一块儿。顾景言，你干什么呀？宁一，难怪不让我进了，原来家里藏了个人。宁一。你可以。不是你有病啊？你干嘛刺激他呀？我就开个玩笑，谁知道他真了呀？元昭，谢谢你帮我照顾孩子，以后就多麻烦你。所以你最后还是选择了顾谨言是吗？你。元宗，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但我也不能骗你啊。时候不早了，要不你早点回吧。我想，我们该见个面了。我们该见个面。谢远州，你这么大费周章的把我从里面弄出来，说吧，到底什么目的？我爱林一，你爱顾景言，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好的。顾总，不好了，小少爷不见了。什么？顾景言，甜甜出事了，我求求你救救他，他不能出事。你要帮忙的话，大可以找昨晚那个男人，不用找我。我和他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我没兴趣，我走。顾锦言，真的是你的女儿，你不能见死不救。你说什么？谁的女儿？你甜甜，我们的女儿，她没有死，是我们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年我生的是龙凤胎，你还有一个孩子，顾景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他，我不能没有他。你别着急，我想办法，出动顾氏全部人力，联系警察，给我走。是，小朋友，别怪我，要不就外面命不好。哭了不哭？谁让你挨了他眼眼了？啊！叔叔，求求你别杀我哥哥！还愣着干嘛？赶紧上，别耽误了大事。住手！把他们都给我带上去。小林，别怕，爸爸，爸爸你哭。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相信很快就能够知道谁是幕后凶手。宁毅，你没有什么要向我解释的吗？我担心你会抢走我的孩子，所以一直没告诉你真相。在你眼里，我就是这么冷血无情的人吗？但凡你能对孩子上点心，小瑞也不会被冯楠虐待。你，妈妈。天天，你醒了，好可怕！天天差点就见不到你了。天天不怕，爸爸已经把坏人都抓起来，不怕，妈妈也在，好不好？天天别怕，爸爸抱着。看不出来吗？天天不想走了。妹妹，你终于醒了。小瑞，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妹妹的事儿了？是我和妈妈的秘密，只有爸爸知道。好啊你，你都开始学会欺骗爸爸了。聂小姐，外面有人找您，说是您的朋友。我朋友？远州。林毅。我听说甜甜出事儿，她没事儿吧？孩子没事儿，你要不进去坐坐？不用了，既然孩子没事儿，那我就先回去了。宁毅，这就是你的选择是吗？干什么呀？宁小姐，顾总吩咐您不能看望孩子，请回吧。我凭什么不能看望孩子？顾景言，顾景言，你给我出来！我为什么不能见甜甜？你干什么呀？你要带甜甜去哪儿啊？顾景言，你把话说清楚，你要带甜甜去哪儿？为什么不让我见孩子？顾景言，放开我！顾景言，你把话说清楚，你要带甜甜去哪儿？顾景言，顾景言，顾景言！哼，想拦我？是吗？哼，你怎么在这儿？你先搞清楚，这里是我家。你私自闯进我家后院，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完全有权利可以报警。如果不是你带走孩子，我也不会这么做。我是孩子他爹，我有权利可以带走他。你就是个混蛋，根本就不配。我不配，我不配，你配。你作为孩子的亲生母亲，整天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的，是想让他们成为全城的笑柄吗？来人，把他给我带走！我不走啊！我不走！我不走啊！顾景言，你这个混蛋！你混蛋！你，远州，你怎么哭了？是不是顾景又欺负你了？他不让我见孩子，你知道的，孩子们就是我的命了。甜甜，小瑞，哎，我妈妈离开你们要怎么活？宁毅，我还以为你能有多少心，
结果转头不还是投进了别的男人怀里？甜甜，跟妈妈走。干什么呀？你拦我干什么？这是我的孩子。对不起，林小姐，顾总吩咐过了，不允许你再接近少爷和小姐。跑慢点啊，甜甜。跑慢一点，慢一点。甜甜，听话。不要，我要见妈妈。你是个坏爸爸，我永远都不喜欢你了。甜甜，我不要喝，我不要喝药。想见妈妈的话，就把药喝。宁一，怎么是你？宁一呢？他睡着了，你找他去。元州，刚刚外面什么人？哦，送外卖的。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哦，哎，等一下，文件我找到了，你明天把他带到公司。外卖吗？奇怪，我刚刚听到好像是顾景言的声音。把他给我赶出去。顾景言，甜甜生病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还记得你是他们的母亲？当然。那天晚上的话你都忘了吗？你一天不和那个男人折腾，你就活不了了，是吧？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不好了，现在孩子陷入昏迷，情况很危险。一定不会有事。哟，我当是谁呢？冯娜，怎么是你？景言心疼我，不忍心我在里面受罪，所以就提前安排我出来。怎么不甘心呢？啊？不可能！你伤害了我们的孩子，景言他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你。不会的，他不会这么做。宁毅，先前是我不对，我不应该阻止你去见孩子。现在甜甜想见你，你出来了。宁毅，顾总，宁小姐从昨晚回家之后就再也没出过门，会不会？宁毅，宁毅，宁毅。哦。
你坚持一下，我带你去医院。病人摄入大量安眠药，没有求生意识，要做好心理准备。什么？怎么回事？能不能挺过来，就看他自己的求生意愿了。起！娘的！你满意了？我什么时候逼他了？真是，你找了多久才找到孩子？倒好，现在人出事了，你满意了？你是病人家属？我是。病人的状态还是不太好，血里还有大量的药品残留，能不能挺过来就看他自己的求生意愿。你两个孩子都在等你醒来，求你再坚持一下。宁毅，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很想见到孩子们吗？孩子们现在来了，你倒是醒过来啊。医生，他现在心率加速，有了情绪波动，情况正在好转。谢谢医生。宁毅，你要是死了，我就给孩子们找一个后妈，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受尽欺负，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宁毅，孩子们还太小了，你真的忍心让他们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吗？顾锦言，你在？宁毅，妈妈的笑脸喜欢，妈妈是不会不要你的。嗯，你出来一下，我保证你说。说吧，什么事？这五年来，你为了找孩子吃尽了苦，他的抑郁症也是那个时候患上的。你要是真心为了他好，就别让孩子来伤害他。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他，我没想到你会说这些，谢了。不远啊。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需要你假惺惺。这件事是我做错了，我误会了你和谢远洲的关系，所以我才阻止你们见孩子。你要打要骂都可以。那冯娜呢？明明知道她对小瑞不好，为什么还要把她放出来？你说冯娜，她伤害了我们的孩子，我怎么可能把她放出来？那我试试。怎么了？我吃醋了？我才没有，你要放出来。远中，远中，咦，我有些话想单独和你说。单独？锦言，那你先出去一下。好。你昨天听到你情况危险的时候，我心都快跳出来了。我好后悔把你让给了顾锦言。袁州，我你我是真的喜欢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袁州，我爱的人是顾锦言。没事，我早该知道的。算了，你就当我刚刚那些话没有说过吧。以后你就把我当成是你的哥哥吧。
妈妈，我这么想跟你一起睡。好啊，我也想跟你一起睡。没问题，我们一起睡，一起睡，好不好？好，好。楼上有客房，我叫人给你们收拾好。好，走吧。我这个还不敢，妈咪好香啊！顾总，三点还有一个会议，请问现在是去公司还是？你说，我现在跟宁一求婚，他会接受吗？啊？求婚？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但也是早晚的事，我得赶紧把婚礼场地给定下来。周特助，啊，我在。你去把全省最好的婚礼策划师请回来。我和宁一的婚礼，我要亲自筹。顾总，宁小姐还没答应嫁给您呢。也对，那我应该先求婚。这样，你去帮我买束花。啊，是。这顾总该不会是个恋爱脑吧？什么？陆景言准备向宁一求婚了？宁一出来，绝对不能就这么放弃。宁一，给我等着！宁一。这很危险，我们先回家。这次算你聪明。肇事司机和冯娜私下有联系，这次的车祸和他脱不了关系。看来他还没有吸取教训，我一周之内要看到冯娜宣布倒闭。是。你怎么没去休息？没事。嗯，我有件事想和你说。我原本计划着过两天跟你求婚，但是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我有点等不及了。我害怕失去你，所以我愿不愿意嫁给你，成为我顾景言的妻子？妈妈，你就答应了吧，我也不会再离开你了。住手！你们是谁？你们放开我！开门！走！开门！开门！走！顾总，我们在路边捡到夫人手机，监控显示夫人被人带走了，抓紧派人去找，不要让他受到任何伤害。顾景言，我把林让给你，你就这么照顾他的？我已经派人去找了，只要有我在，我不会让他受到任何伤害。说的老清楚，现在人已经不见了，你怎么解释？宁一一向待人随和，现在他被带走，只有一种可能。那我们分头去找。爸爸，妈妈刚给我的手表发了条征信号。你干什么？
把你这张脸给刮花了，就是你这张丑恶的面孔，景言他太要你了。冯娜，要留着大白的好时光，你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毁了自己。冯娜，闭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些？如果不是你，顾景言也不会跟我分手，我们家更不会破产。都是因为你，都是你！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嫁给顾景言，你会幸福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嫁给顾景言，你会幸福吗？与其找一个不爱自己的，不如找一个爱自己、疼自己的。冯娜，你人并不坏，你还有机会重新开始。你是在嘲笑我是吗？啊！我告诉你，只有你跟我一起下地狱，我才能彻底安心。冯娜，你干什么？你当亲友干什么？宁姨，你说如果我现在打电话给顾景言，你怎么？你猜他会吗？冯娜，你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求你别动宁姨。顾景言，你想救宁姨的话，就自己过来，否则我现在就杀了。冯娜，收拾我吧，我求你了！别做梦了，我就是死也要拉上你们其中一个下地狱！我来了。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看来你是真担心雨衣啊。不是，你赶紧放了你。别急呀、啊，顾景言，你说我爱你，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娶我？啊？你说我，你想娶我，那就不会有今天这件事情。唐娜，你还不明白吗？你嫁给我是不会幸福的，只要你放了你，你要什么我都给。我要什么都给我，不是想打死就给我跪下。好，我跪。不，顾景言，你不要跪，我不许。顾景言，你别听他的，你不要。顾景言，你不跪，以为下个跪就能让我放了这个贱人吧？啊，那也太便宜了。自杀！快呀、啊！顾景言非要去跟冯景言分的。顾景言，你已经没得选了，整个房间早已被我泼满了汽油。现在只要我一点火，大家总归一阵狼。你不想要他的命吗？啊，红啊！你们这对狗男女，我才不会放过你们！我们大家一起死，一起死啊！你坚持一下，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走，孩子妈在家等你，你先走。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家的，走。啊妈妈，你终于醒了，我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呢。宝贝乖，妈妈没事。你爸爸呢？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远征，你告诉我，谨言呢？顾谨言他情况可能有点不太好，可能。跟我走。锦言还没有出来，我要去找他。你，妈，锦言，顾锦言，医生，我先生他怎么样了？病人受伤太严重了，可能会变成植物人，请家属做好心理准备吧。顾锦言，顾锦言，你醒醒！你醒醒，醒醒，顾锦言！你这个大骗子，大骗子！你说过要娶我。夫人，只要顾总在救你之前放了财产走，他说，如果他遭遇不测，我不要什么财产，我要他醒过来，我只要他醒过来。顾锦言，你醒来好不好？孩子们不能没有爸爸，我也不能没有你。顾锦言，求求你，锦言，我进步。神怎么不见了？远征，锦言不见了。你先别急，说不定他已经被顾家接回去了。你先回去了。好。你幸福。顾锦言，你醒了。问的是那是个个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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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板那只那啥玩意还过个个。胡太太。你好，胡先生。我们了一段时间。